Hello， 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回到 Wild Horse 马列的钓鱼频道。今天依然是在休顺探钓，生命不息，钓鱼不止，走起！能不能呼到一个大的啊？啊，小鱼一条。我刚刚使着一沙钩，这个饵漆都掉了，还。然后这儿有一只小鹰，再朝这边走，这边我还从来没探过呢。在这儿试一下。啊，真练我的腰力啊！哇，差点把我的腰给闪了。这块不错，但是应该有鱼。这应该有鱼吧，这是个回水，也没有。那鱼不爱吃这个饵啊，有鱼咬了一口，但是鱼还是太小了，饵都给咬松脱了。好，他在那甩了一下，洗了一下腮，表达不满，可能还是把他嘴巴给挂了一下。现在不探钓，后边可就没机会了。再过些日子，这草就长很高了。这小孩还挺漂亮的，好鲜艳的，明度很高。安桥未出，可能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先不要走到岸边，先离它远点钓。走路的这个动静、震动，鱼会感应得到，会把鱼吓跑的。上鱼，哦，跑了！我去，跑了！那条鱼应该还行哎，应该是扎到他嘴了。啊，我估计他不会再咬了。好不容易有第二个标准的咬口啊，我的耳朵快牵到水面外边了，然后他还跟着出了水面继续咬。希望还有一条哈、啊。哎呀，好，现在可以离近一点儿。跑到前面的那个三岔口那块儿，哎，有条鱼，亲你！我看到那条鱼游出来了，那条鱼可能是没咬饵啊，还是怎样的？我杀了一下钩，没杀到它，是一条大嘴鲈鱼，要么就是刚才咬口的那条。轻轻的跳。多一点点，咬了一口啊！它咬了一口，这是它产床吗？它感觉是叼着没有吞下去啊！鱼现在走，注意上鱼。是同一条鱼，十四寸是有的。谢谢宝贝，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吧？好嘞，走你。又是一条雌鱼，蟹殖腔这个地方红红的，应该刚刚产完卵吧？刘鑫同学，又是你的另外一款这个啊。这鱼应该口特别生，应该是没有被人钓上来过的。谢谢你大宝贝儿啊，让我今天没空军哈。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结构啊。哎，大家都在讲结构，我也讲讲结构哈。这个地方有个排水口，一些乱石堆哈，然后这一块就有一个深坑，这鱼就藏在这个深坑里边，等待这边缓慢流水聚来的小鱼苗去捕捉它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在德克萨斯州的探钓野钓视频，不妨点个关注，我会持续更新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今天的坐钓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